来到第二节，教授我们继续访问胡家栋先生。胡先生就是铁钢现货的首席财务官，铁钢现货是一间生产铁矿的，在俄罗斯境内的开矿的公司，基本上上节都是讲开铁矿。但原来这公司还有第二样的生产，就是钛。钛是什么？ 我細個讀書時候物理同化學都全部肥㗎，唔緊要啊，鈣其實咧真係好專門嘅一樣嘢。咁鈣咧其實係一種金屬啦，咁係。 用於Billy個眼鏡，啲手錶啊，都會含一啲鈣嘅鈣金屬。咁我哋其實係咪咩 titanium 啊？冇錯，直接係titanium啊，就係titanium啦。咁我哋公司除咗生產鐵礦之外咧，喺另外一個範疇咧，就係生產一種叫做鈣精粉。其實佢個 化學名稱咧係 titanium dioxide，二氧化钛，冇錯。咁呢樣嘢咧，除咗頭先講係可以生產鈣金屬之外咧，其實係主要係用喺一啲工業嘅用途嘅，包括咧係一啲油漆，逢係有白色。 或者好淺色嘅嘢咧，都有依種鈣金屬喺入邊嘅，譬如白色嘅紙張啊，或者着住白色嘅恤衫啊，等等咧，都會用到，係啦，都會用到。雖然好少量啊，當然係咪？冇錯啦，冇錯，都會用到咧呢個二氧化鈣嘅。咁我哋喺生產鐵精粉嘅過程入邊咧，就會有一個 副產品，啲賣波特嚟嘅所謂，副產品呢個副產品咧就係我哋所謂嘅二氧化鈣。二氧化鈣啦，咁但係嗱，我唔知我唔係好識啊，我啲科學都麻麻地，好科學下嘅。咁譬如話一般嚟講嗱，我哋知道鐵係咩啦？但鐵咧個最大問題咧就會生鏽。咁所以一句説話，恨鐵不成鋼。係啊，鋼咧原來咧加埋啲碳咧咁樣，又會堅硬好多嘅喎。咁但係而家咧就會係將嗰個嘅鐵嘅部分再加其他嘅元素，就變咗更加堅啊，變成咧所謂嘅合金啊。 咁其實嗰個嘅應用情況係點樣啦？譬如話我知道，譬如話鐵最大嘅用途喺中國嘅境內，一個發展中經濟咧，會攞嚟起樓，話你嗰啲有鋼筋啊，嗰啲係加埋啲水泥啊，就起到樓噶啦嘛。咁所以嗰個量好大，咁但係要嗰個嘅可能係嗰個鐵嗰個嘅成分啊，嗰啲嘅精準度啊，可能唔需要話好犀利嘅。咁但係譬如話做一啲工業產品，甚至到譬如飛機大炮咁先算，哇，全部都要係用到喺啲合金咁樣噶喎。咁譬如話喺你公司嗰個嘅產品嗰個嘅 范畴会系应用到系乜嘢嘅情况噶啦？嗱，我哋咧就铁嗰方面咧，主要就系卖俾国内嘅钢铁生产商。咁至于佢攞我哋啲铁嚟，跟住加啲咩嘢咧，就会生产出某一种嘅钢材。咁佢可能会系涉及到加一种帆啦，一种叫做 vanadium， 会令到嗰个钢铁咧更加坚硬嘅，或者成为一种合金，去令到佢喺某一种嘅用途上面，譬如 佢需要啲精准度高啲啊，可能用一隻喺一隻特鋼做手錶啊，或者做一啲更加堅硬嘅鋼材上面咧，係需要用到嘅。咁頭先講到話會唔會做飛機大炮啊，或者係太空船啊等等咧，就喺 頭先講到嘅鈣金屬方面咧就會啦，因為鈣咧其實咧佢可以成為一種好輕型嘅一種金屬嘅咁譬如係一架大型嘅747客機，咁佢入面咧有超過據我所知咧有超過30%嘅材料咧都係用鈣去做出嚟嘅，咁嗰方面當然佢可以輕啲啊，會節省燃油啊等等咁所以咧都個用途除咗頭先我講係工業上咧喺製造呢個飛機大炮上面咧，的確係會用。 係可以用得到嘅，咁但係譬如話你公司嗱，我想了解多少少，譬如話嗰個嘅營運嘅部分啦，你最主要係做鐵礦，咁但係咧喺個副產品又有鈣嘅，咁其實係鈣同埋鐵礦其實係相差幾遠咧？會唔會鈣係貴好多嘅咧？咁啊令到你公司可能係做嗰個營運嗰陣時上面，係諗雖然我做鐵，其實最好賣係賣 鈣，即係話唔係貴啲咁樣，即係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啦？我都希望有一個情況，但係咧就做唔到。因為頭先我講過咧，我哋鈣嗰方面咧，縱然佢嗰個價格係好高，但好少量但係啦，我哋始終嗰個都係一個副產品嚟嘅。我哋唔可以話我今期咧就想生產多啲鈣，唔生產鐵唔得嘅，因為咧副產品顧名思義咧就係一定要產出咗鐵之後咧先至會有鈣。 不過咧，有一個好處，即最近啦，依大約12個月之內咧，鈣金屬嗰個或者鈣精粉嗰個價格咧，的確係高咗好多。喺我哋做呢個財務預算嘅時候，我記得我哋未生產之前咧，我哋計個財務預算
估算嗰個太晶粉個價格咧，大約都係100-110元左右嘅啫。而家我哋係賣緊大約係280-350元。嗯，咁即係其實都翻咗2-3倍嘅。咁都好貴好多喎。嗱，咁我又想講翻公司嗰個嘅未來嘅營運啦。咁第一件事，嗰個鐵礦咧，俄羅斯係開採啦。咁頭先阿明林都提及過啦。喂，你越掘越深嘅話，就越嚟越貴噶嘛。咁同埋總會個礦材，即係嗰個礦石都會有採完一日噶嘛。咁喺間公司嘅營運方面都要諗噶。啊，我點樣可以有一個持續嘅發展咧？咁第二樣嘢，嗱，做得呢一個鐵啦，就做埋鈣啦。做得鈣嘅話，中國最犀利係稀土啊嘛。咁即係會唔會係考慮會係將嘅公司嗰個嘅業務啊，會係有一啲嘅將來嗰個嘅業務嘅發展咧？係有嘅。嗱，頭先講得好啱，就係話個礦咧，始終都會有一個年限嘅嚇。咁我哋第一個礦咧，就相對嚟講較細嘅，個年限大約15年左右。咁就而家開緊噶啦，即係做緊，每一日都有生產噶啦嚇。咁第二個礦咧，我哋就叫做 KNS， 嗰個咧就喺建設個過程入邊嘅。我哋而家就起緊嗰間選礦廠。咁呢一個礦咧，就會比頭前面嗰個咧就大約係3倍至4倍左右嘅。咁嗰個咧，我哋就個年限估算咧，大約係40年左右嘅。40年左右。咁所以咧喺即係年限方面咧，我哋唔擔心嘅，因為我哋後續咧仲有其他嘅未開採，仲係勘探階段嘅，即係買咗採礦證，但係就未大量投入嘅一啲項目嚇。咁至於第二個問題就係咧，會唔會去做其他嘅項目咧？即係而家有鐵啦，有少少鈣啦，起碼做下銅啊、金啊嗰啲，通常都係做埋嗰啲嚇，係成為一間全面性嘅礦業公司噶嘛。嗱，我哋就最近收購咗一個木嘅項目，molybdenum。咁主要都係喺一個做煉鋼嘅時候一個加工，即係添加嘅一個成分。即係金字隔離做個木鋼嘅木字，係啦，冇錯嚇。咁嗰個咧就處於一個勘探階段嘅，短期之內就暫時未有貢獻。咁至於會唔會做金咧？就唔會噶，因為咧我哋其實個母公司，我哋有間母公司係喺倫敦上市嘅，叫做 Petropavlovsk。咁係一間倫敦富時200指數嘅成分股之一嚟嘅。咁佢係一個我哋母公司就。攞住我哋大約65%嘅股權嘅，咁我哋當初就做一個分拆啦，佢繼續喺倫敦上市，我哋鐵礦現貨咧就喺香港上市咁樣，咁我哋當時就簽咗一個協議，就係話咧。佢就會繼續做佢嘅業務啦，集中喺金或者係貴金屬嗰個開發。我哋咧就會集中喺非貴金屬嗰個開發嗰度分工啦，即係分工啦，冇錯。但係咧，佢咁嗱，即係會唔會而家面臨一個好大嘅威脅？就係因為世界經濟咧就放慢啊嘛，放緩啊嘛。咁對於鋼鐵嘅需求係少過以前嚟嘅。咁可如果咁嘅時候，咁你哋出售嗰啲即係鐵粉啊或者嗰啲礦材，咪平好多？呢個應該係會唔會你哋即係好面臨一個最重要嘅風險咧？絕對同意，吳生講得好啱，就係咧價格咧一定係我哋一個風險嚟嘅，嗰個價格亦都完全取決於市場嘅供需。咁但係好慶幸地咧，我哋就見到喺舊年發生咗件事，舊年大約係10月份嘅時候咧，鐵礦石嗰個價格咧。的確是跌了下來的，由一個月之內跌了大概30%左右，由高位的170元左右就跌到下去低位的120元。這個就是一個市價來的，一個很透明的一個市價來的。當時我記得就是全球的經濟就有一個很下滑的跡象，更加重要就是國內的經濟有很多傳聞，當時就是說溫州老闆又會走佬啊，企業咧就會倒閉啊，銀行又會有壞帳啊，等等等等。咁於是咧一下子咧就跌咗落嚟。但我哋好慶幸見到一落到120元咧，喺下一個月咧就彻底反彈翻啦。個原因我哋後屘問翻啲國內嘅行家，個原因就係咧，佢話120元咧。就已經是大部分在國內一些小型的鐵礦石生產商的一個成本生產成本嚟嘅，係啦，好似頭先兩位講過，冇錯啦，即係兩位講過就話會唔會掘一噸就蝕一噸咧？係啊，其實唔會啊，因為如果掘一噸蝕一噸，佢就索性唔掘啦，就唔掘啦，我就停咗去休息一陣先，等個消化咗先啊，咁就會造成個情況就係咧，突然間個市場嗰個需求咧就會少咗一橛，就係呢一班人咧唔生產，唔生產就導致到嗰個供應咧就少咗，但係需求就會繼續嘅，因為你知道鐵。
鋼廠咧就唔可以話今日唔生產，我熄咗個熔爐去，下一個月咧先點翻出個爐。可能仲貴啊，可能係啦，咁啊仲貴，同埋個成本效益就好低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繼續生產嘅。所以希望啦嚇，就是、今年我哋就唔會再見到120蚊嗰個情況啦。咁嗰個咧亦都係一個見底嘅一個指標嚟嘅。指標嚟嘅，係啦。咦，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喎，好多謝你胡生，多謝你，多謝你，多謝麥生。解構企業成功之道，分享創富經驗。財雄勢大。